What's up, dog? 刚看完这个《乐队的夏天》第三季第三期，哎，不错啊。这个有几个特别喜欢的乐队，为什么呢？有我喜欢的风格 ，rock and roll 摇滚。Sorry。最喜欢的，我喜欢的传统那种 rock and roll 啊，这个摇滚老不死，这个听着这个非常不错的，符合我这个口味的。布衣乐队啊，布衣乐队，啊，为什么好呢？啊，我就喜欢看这个，里面有 solo 的 ，guitar solo、bass solo， 还有 drum solo。啊，一般呢，现场演出啊，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段，一个桥段啊。为了烘托气氛，啊，到了这个中场的时候啊，一般呢，这个每一个成员啊，都来点 solo 啊，来点 solo。他们这个呢，因为是，只有一首歌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哎。也趁机会啊，每人就露了一手啊，非常不错，非常不错啊，非常非常符合我的这个口味，还有啊，就是这个最后的那个啊的二手玫瑰啊，也整得挺热闹的啊，也整得挺热闹，也不错啊，也属于这种传统的摇滚乐，但是呢，就加了一些唢呐这些噱头进去啊，然后是画了画这个描眉画眼啊，画了一下啊，所以说呢。也不错啊，按照这个张亚东的这个说法呢，和我的说法是一样的啊。这什么呢？就是说现场演出啊，一定要这种这个激烈的乐队啊，就是玩的越这个热闹啊，越占便宜啊越好啊，取得的效果越好。因为观众呢，这个当场投票啊，他为什么要投你？你唱的慢歌啊，很难调动情绪啊，所以说弄得热闹一点啊，把大伙儿就是全调动起来了啊。得的票数相应的会多一些，还有一个啊，就是说，我感觉到挺好的，就是说这个怎么叫好呢？就是说，哎，就是说感觉到这个不容易啊，什么不容易？就是这个瓦依娜啊，这个广西老表啊，这个乐队，这个拿着不是乐器的一个这东西来演奏音乐啊，就是弄的树叶啊，艺高人胆大啊，因为这种东西不确定性挺大的啊，如果你选不好树叶呢？上场掉链子啊，这就演砸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这个还是艺高人胆大啊，人家可以上台，就是说怎么说呢啊，技术到那儿啊，技艺到那儿了啊，这个那个找着合适的树叶啊，一定没问题啊。还有一个啊，就觉着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啊，这个乐器什么的就比较喜欢，就是。笛子啊，中国的这个竹笛啊，笛子还有这个用琵琶，你觉得应该叫裁缝啊？是什么？哎呀，这个用我挺喜欢这些民族乐器，在这个流行音乐里面，但是我就觉得它这个不太怎么说，不太协调啊，放在一起不协调，尤其是这个主唱再加起来啊，就差点。比如说用他们做的音乐纯音乐的话，应该要好得多，或者换一个这个。嗓音相匹配的主唱啊，这个是应该说是啊，应该还可以啊，很可惜啊。还有一个啊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的，也是被这个上来就是很短的一段啊，就被这个刷下去了，就被淘汰了，是灵魂沙发。为什么喜欢他们呢？啊，让我感觉到，比如说这个他们用的这个和声啊，有点像这个英式摇滚，像这个 Beatles 啊，当时这种和声运用的。这风格有点像哪个乐队啊？我一时想不起来啊，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。这种风格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啊，比较喜欢。但是呢，哎，现场观众不买账啊，这种风格，确实啊，你说英式摇滚那种，他用那种和声的，现在你说你看他的现在在场上的乐队都是扯着嗓子嚎啊，很少用的和声的，这个观众们都不太欣赏这些东西啊，没办法。还有啊，哪个不错的啊？还有就是说这个，哎，我一直就说啊，这个所有的这几期看过来啊，这个女生的这个主唱啊，要比男的要好得多啊，好得多。从这里面就体现出来了，特别是呢，这个八仙饭店乐队啊，八仙饭店乐队啊，差点给淘汰啊，差点淘汰又一个经过一个复活赛啊，把他们给。整了进来啊！通过这段挺精彩，这段挺精彩啊！怎么精彩法呢？就是这张亚东给出了个题目，用这个哒哒哒哒哒哒，用这个啊，说的你写的音乐里面啊，那两个乐队啊玩的稍微差一点啊，有一个叫什么
想不起来什么名字了，好像哎不就鸟壮乐队对吧？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一共四个乐队对吧？还有一个这个，但是那个九连真人啊，稍微强一点，比那两个啊，但是呢也是淘汰了，他是第二个最高分，编的最好的啊，就是这个八仙饭店乐队啊，八仙饭店乐队，我也学了学他，我挺喜欢他这个啊，把他这个整了一下啊，给不错啊，不错，哎呀。哎，差不多这个意思啊，应该大伙儿有那都得喜欢的乐队啊。再补充一点啊，这个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每个人的这个音乐，这个对你影响最深的啊，其实就是在10几岁到20岁的时候啊，在这个青年时期，这个音乐对你影响特别深啊，会成为一个终身的烙印啊。虽然我现在就是说喜欢的音乐形式比较多啊，形式比较多，但是呢，就是说能唤起我这个激情的啊，一听就有激情的，还是这个永远不变的，永远不变，品味一直在变，风格我也一直在变啊。今天玩 funk，明天玩这个乡村，对吧？但是啊，一下把我这个激情焕发出来的啊，重新那个弄起来的，还是我们以前这种摇滚乐啊，摇滚乐。所以说呢，从这个有人说啊，一听你听的音乐啊，就知道你的年龄啊，这点这个话啊，一点错没有。